我这发现了一个看点，这张是属于结婚照吗？啊，对。那您跟我们说说这张照片的来历吧，哪年拍的呀？我们那时候结婚啊，就没想过要照结婚照。我爸爸，你们还没照相片呢，这么着还提醒了一句，出去好像这张相片7-8毛钱。我八卦一下啊，就是阿姨哪一点让您觉得说，哎，就是他了？他呀，跟别人不一样。第一，他没听过相声，不知道马三立是谁。哟，这是我最欣赏的。也是天津人，居然不知道马三立是谁，没听过相声，对我没有要求，所以我花400块钱就结婚了。哎呦，我问一个只敢在台上问您的问题，就是您除了现在的夫人啊，结婚之前啊，您谈过恋爱吗？有过一个，后来我深受其害。您是真什么都敢说呀？我再也不敢搞那样。有过一个，羞羞答答的，咱惹不起。你说那时候谁跟你搞对象啊？给我介绍的图书管理员、护士，都是这个类的，都是那个拿着手绢儿，这样羞答答。我一问，我说你会骂街吗？您上去就跟人动手，动手打架你敢吗？没打过架，都这个，咱一看得了，就受不了。我得要一个不怕事儿，敢打敢骂，也没有什么虚荣心。这样很难找，所以哎，最后就找着他了。发现没有，少马爷提到老伴儿的时候，眼睛里是透露着光的，而且自豪。哎呦喂，对，那我们他就是我的命啊，没他我这家完了。他一个月退休费才2050，但是你给我找一20000的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。哎，是这保险呢？那这样吧，听了这么多老伴儿的故事了，我们是不是特别期待？接下来咱们响起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啊少马爷的夫人张秀琴女士，欢迎，欢迎阿姨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在后面都听见了吧？少马爷夸您半天了，他都没法叫了，还有那叫直男。对，对，刚说了，少马爷跟您之前一个对象都没搞过。没事，不就是那个深受其害那个？哦，那6个女朋友您都坦白了？哪有六个？他跟那都认识。对啊，平时啊，您跟少马爷一块生活，有没有您特别瞧不上的一些小毛病？比如卫生啊，比如平时刷锅洗碗呢？他不干，他都不干。啊，哎，不是全不干，就走，有时候偶尔做点饭。做饭还不行吗？炖肉，炖肉，炖肉就炖，就会炖肉。炒咸菜，炒咸，哎，我听说过炒咸菜。拌萝卜，拌萝卜是吧？炒豆角，这还不够吗？是这素菜都够一桌了，这谁能吃呢？我跟我们爷爷说，我说你看，妈也不管，都是我的。你上我们爷爷说嘛呢？都是你惯的。当初他会做被子、踩被子、做盖房都会呀、啊，就好像自然而然就是受罪的。我一干他就爱干，明白了，他起急什么玩意儿？就是这几十年，对，沾干活的事儿，您都没抢过老太太，包括指甲他都给嚼出来，结果自个儿嚼啊，你腰不腰够不着，是不？我说你得把袜子给粘破了。我给他粘，我给他嚼，太会过了。